原标题：角力升级，美军击闯俄后花园并抵近侦察克里米亚。海外网9月17日电，美国与俄罗斯的军事角力升级。外媒消息指出，美军一架 B-52H 战略轰炸机上周6 15日从英国出发，前往有俄罗斯后花园之称的北冰洋执行任务。同时，一架美国军用高空全球鹰无人机被发现于当日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海岸会同另一架美国侦察机进行长达数小时的间谍任务。